感谢你为我们祷成永生。阿门。你祷成永生，是为了能寻找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得着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和你在你里面与你联合，在神灵中与你联合为一。主，把我们的旨意成就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，成就在普天之上每一个顺利的人身上。叫你知道你来，叫你知道你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得着我们在神灵中使我们与你合一，也叫你每一位被你得着的人都能够在神灵当中与你合一。你是太初有道，神灵在你里头，有了你就有了神灵，有了你就有了道。主啊，说每一个人都成，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成一个道化的人生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心事，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把你的道彰显出来。主啊，就求你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你所成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真理，都是为了你借着你的恩典，把你的真理，主要将你的真理都能够在我们的神灵当中彰显出来。阿门。说明把你的真理呢，借着你的生命活出来。阿门。谢谢你，求你把今天的时间、空间，将我们的心，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角角落落都分别为圣。阿门。愿意上帝在这里蒙你的光照，将你的话语带着你，借着你的带着你的神灵，借着你的灵进到你们一个人心里，来感化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因为你的话都带着能力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得着你话语的改变，你生命的改变。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，奉主命求。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十八节，接着这些经文请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道成了肉身。这一开头说太初有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基督就是太初有道，成了肉身。啊，这是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都是在他造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下面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下面还说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。那他到自己地方，为什么他到自己地方来？他来到了世界，道成肉身，他来到了他自己所造的地方。他来到了他自己所造这个世界上。他在世界，世界是将他造的，世界却不接受光。世界却不接待他，说凡接待他的
他就赐予他们权柄，凡接待他们生的儿女，他就赐予他们权柄做生的儿女。那这个开普者短短的几节经文，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。这里讲出了他和受造物的关系，受造整个宇宙的关系。 和上帝的关系，和永恒的关系，和时间的关系，和人的关系，和世界的关系，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。这里讲到和世界的关系、时间的关系和永恒的关系，这里一开始这四个字儿。 说太初有道，太初这一个词和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个起初，它的原文是同一个词。虽然从字面来说是同一个词，它的原文是同一个词，不过是哪里翻译成起初，这里翻译成太初，神的原文它是同一个字。 虽然从字面上是同一个字，但是它表达的内容上不是同一个意思。创世纪一章一节的一个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指时间的开始，那是时间的开头。这个太啊。 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随着神的创造，时间就开始了。那个起初是指的时间的开始。没有创造，没有神的创造，就没有时间的开始。如果神什么都不创造， 那么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天，也没有地，也没有人。宇宙当中，所有的天体都不存在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神不创造宇宙当中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么世界不会独立存在的。世界能独立存在吗？ 不能独立存在。当神创造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时间也开始了。什么叫宇宙啊？说上下四方谓之宇，往古来今，往古今来，宇之宙，宇宙就是全部的。 时间和空间，全部的时间和空间。既然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，那就说宇宙就是全部的时间和空间。所以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起初是指时间的开始，宇宙的开始。啊，受到植物，啊，时间空间。 那么这个太初有道，这个太初应该是比这个起初还早。那你说太初有道，为什么比那早呢？因为说万物都是这样造的。既然万物都是这样造的，它肯定在万物之先。既然在万物之先。 那就不是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开始的，这个太初是指的过去的永恒，过去的永远。既然万物都是将它造的，那么肯定这一些受到主没有出现之前，道就存在着。就像这个桌子是人。
是木工，是这个木匠做的，肯定这个木匠比这个桩子值钱，在这个桩子值钱，肯定不会这个桩子和这个木匠同时，这个木匠生的一天桩子也出现了，它同时出现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房子是人盖的，这个人肯定在这房子值钱。 这个字儿是你写的，你肯定是比这个字儿早。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那么太初有道，那就是说从没有开始的那一个开始，没有开头的那个开头就有了。这是它和实验的关系。太初有道，这个有啊，它的原文。 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的一个词，所以是指的不但是过去有，而是持续不断的有，一直到永远的。乃从过去的永恒贯穿到整个世界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一直到将来永远，将来的永远，道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一直存在。 这是说太初有道，道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啊，在希伯来文，它有话语的意思，有智慧的意思，有上帝的建议，也就是说上帝的心意的，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意念。 这一章上帝一念的这种发表，观念、智慧、思想，这些意思，智慧。所以这个道啊，它原文呀，很丰富，不光是生意，它是。 它是话语，箴言书第八章，那里是称为智慧，说神界的智慧创造了万有，那里智慧是伟大的。在希腊文当中，这个道是秩序的原则，整个秩序，整个宇宙都赖它而存在。 整个宇宙都是赖以存在的秩序，是神的心思。神借着这个心思统治着万有，和每一个人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嘛。这里和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至四节那里是相通的。 那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的多次多方的效力的约束，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效力了。这他在实践里的道理。啊，他是神荣耀说法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这是他和上帝的关系。 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他和万物的关系，和宇宙的关系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这他和人的关系。这一个太初有道，是上帝的奥秘，是无限的奥秘。 说太初有道，他从太初就有道，万物都是在他造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，上帝受到植物。
每一个从大到小，每一个受造物里面都包含着了不起的智慧。你看一下，上帝塑造植物，上帝塑造植物，哪一部分不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呀？你看看这个小草，它为什么它的构造为什么这样？里面包含着无穷的智慧，无比的智慧。世界上多少神灵呀？你看一看，就是我们这个人体，就是眼科专家，他没有把人的眼睛来都研究透了的，太奥秘了。我跟你说，整个宇宙，你说，这是不是这一切的创造，都是包含着无穷的智慧？所以，这些东西它肯定是来自思想的。来自智慧，那就是来自思想。到它的原文，主要是话语，话语是思想的表达，也是思想。那么它既然是来自思想，那么它这个思想它肯定是在万物的产生之前。这个万有啊，它来自思想，因为它是智慧，它是有秩序，充满了智慧。那么上帝道就是神的智慧。我们今年是新年的第一天，一个新的开始。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刚才讲第一节，我们看到这四个字说，首先说出了它和时间的关系。刚才我们说时间是上帝创造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叫时间呢？时间并不存在这个东西，没什么东西。时间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。你说没有呢，他还实在实在的，他真的你一天都离不开。你说我今天有时间没时间？你今天有时间没时间？你说这个时间到底是有是没有啊？你说有时间，你拿出时间来我看看是什么样的？你能不能看一下时间？你是什么放大镜也发现不了，你怎么做实验也找不着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还实实在在存在。这个东西呢，应该是一种虚无的存在。本来没有这个东西，它实实在在存在。这个东西本来是虚无的，但是它又实实在在的存在，这就是一种虚无性的存在。既然是虚无东西，本不存这个东西，那么是神创造的呢？你想一想，如果神什么都不创造，这个时间能独立存在吗？它是不存在的。宇宙如果你否定时间的存在，那么那不叫光叫宇宙行了，不叫宙了。宙就是时间，宇宙是空间，宙就是全部的时间。既然说宇宙是神创造的，那么时间和空间都是神创造的。神没有创造宇宙之前，时间不存在。你要世界上也没有天没地，什么也没有，时间能存在？当神创造了，神时间就开始了。啊，这个地球多长时间转一圈？这个地球围绕太阳多长时间转一圈？
啊，你说你做这件事情多少用多长时间完成啊？啊，有人说，好像这个时间是，啊，是这个物质运动的一种度量，一种尺度，一种度量的尺度。实际上这个东西啊，啊，谁创造万有了，这天体运动起来，这一切都啊运作起来了，实验开始了，啊，它是运动的一种啊一种尺度，啊，多长时间运动？实际上也不对，如果这一切都停止了运动，这个时间还是照常往前走，只能说你停止了多长时间。如果地球停止转动，时间还是我，只能说你停地球停止转动多长时间。今天忽然什么都停止了，我今天说着话也不讲了，什么都不动了，时间还是照常往前走。所以这个时间到底什么东西？这个奥古斯丁，神经根奥古斯丁就讲这个时间，他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时间什么东西，我认为很明白。我想任何人问他时间什么东西，他没想到自己不明白。他让我感到我以为很明白，但是当我试图要回答他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明白。我要回答他什么叫时间，我想不出来什么东西叫时间。他想了想，他说我一定要讲的话，我可以这样讲，叫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吧。我想时间只能说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那么你讲一讲过去，讲一讲现在，讲一讲将来，这样你既然讲时间，你把它分成三块，你给我讲一讲吧。什么叫过去啊？我想了想，过去不存在。它曾存在过，它存在的时候不叫过去，它叫现在。过去什么时候肯定不存在的过去？什么叫将来呢？将来也不存在，什么时候也不存在将来。将来本身没这个东西，是不存在的。它以后可能要存在，但是存在的时候不叫将来，叫现在。好了，这三块我讲时间的话，只有今天是存在的，是今日是存在的，是现在是存在的。那么什么叫现在？你说今年要现在，过去过这个月了，那叫过去，那不叫现在。你说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时间，好几个啊，还有好几个月没来，那要将来，那不叫现在啊。那么你说今天叫现在吧？今天过去好几个小时了，那不叫现在，那叫过去。还有多少个小时没来，那要将来。那是要那今天也不能算是现在。如果讲今天是现在也不准确。你说这一个小时叫现在吧，这个小时过去多少分钟了，还有多少分钟没来，哟，这也不准确。这一分钟叫现在吧，过去多少秒钟了，还有多少秒钟没来。说这一秒钟叫现在吧，还没等你说话过去了。这个现在是多长？你没法度量。那么时间是从哪里来的？时间是不断的从过去走向，不断的从将来，啊，走向过去。这个时间从哪来？时间是不断的从将来走向过去。我呢，是一直从过去走向将来。一秒碰头，谁也留不住谁。一分一秒的，它叫过去。
我随着时间，我的生命也在流失，留不住他。说光阴似流水，岁月像风吹呀，世路蹉跎，真是快马催。转眼之间是吃破鬓发白，08年啊，是08年。刚开团的时候，09年，我都讲过一篇信息，叫《爱惜光阴》，都讲到了时间的问题。我因为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么这就说，宇宙间是分不开的，所有的受造物都以这种时间的方式存在，叫宇宙。所有的受造物都在这个时间当中存在，都以这种方式存在。这种方式，这个时间是虚无的。可以说，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以这种虚无的方式来存在。所以我也会感到，这一切都是虚空啊，都是虚空。人有转的全世界是虚空，这些都是虚空。人只有神的道是永恒的。这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，它的美容是长得很漂亮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都好像草一样。它的美容啊，就像草上的花一样。草比枯干，花比凋谢。现在都说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。太初有道，万物都是建造的。那么神不创造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神没创造之前就存在的，那么只有一位，那位上帝。所以，那么万物皆是借着他的，他造的，他既然在没有创造之前有存在，他肯定那就是上帝，没别的。在宇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只有是上帝，他既然是智慧，既然是思想呢，他肯定是来自思想者。这位思想者就是上帝，基督是从他里来的，他和上帝这是道与上帝同在，同在说明他是同等的、同荣的啊，不分离的。道就是上帝，万物都是借着道造的。这里讲的很笼统，宇宙万有都是借着道造，这万物都表现了无穷的智慧。宇宙当中，你看到这个宇宙是一个充满了秩序的宇宙，万物都是借着道造的，这都表达了神的智慧、神的思想、神的道。
不笑要圣上帝不笑要为他祷愿吗？圣上帝不笑空气他祷空气，为了什么？他不需要为什么创造，因为人需要，这表达他的爱。他将这都找和这样待人，这表明了上帝的公义。神的创造不但表达了创造的智慧，也表达了神的爱和公义。凡被造的物就没有一样不是这样造的。你看一看什么不是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被造。你看到的一切又不是被造的吗？你看到的人又不是被造的吗？你不是被造的，是我不是被造的。你看到的这个地球不是被造的，是天的太阳月亮不是被造的。你看到长的什么东西不是被造的，你长出一样来不是被造的。这里一开始讲的很笼统，万物都是这样造的，只是笼统的来讲，宇宙万物都是这样造的。这里有很具体的啊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样造的。这万物不是个笼统的概念，是十分准确的表达一切而热的各种气味的，每一样都是这样造的。凡还没造的物，没有一样不是假造的。他是万物的源头，他先有万物，他是上帝的智慧，他就是上帝的道，是道的本体，是真理的本体，他就是神。道啊，成了肉身。主教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，我们要那个抬头道和那个十字节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抬头道，这是开头的这第一节开头的四个字，十四节那个抬头道，十四节的一开始的这五个字是什么呢？道成了肉身。太初有道，太初是从没有开头的开头，从根骨就有，万事之先就有，没有开头的开头，它是无始无终的。你说它怎么有无始无终的？它不是说我是始我是终吗？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有个太初道的王国，太初道这个太初是没有开头的开头，过去有的，这个有呢是持续不断的有，一直到时间的，从时间的开头，包括时间的开头到时间的终结，一直时间的终结，那么一直到永远的，它是时，它是终，那是它是时间的啊，它是时间的开始者。也是中间者，上帝说起始的时，您说起始的时间观和人的这个时间观不一样，不大一样。圣经说起始时间观它是有始有终的，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直着前进的，一去不回头的。今天过去了，他永远不会再回来。我不知道今年你多大岁数了，我想又长了一岁了，我也是一样。昨天我59岁，今年60，今天60岁，我能不能再回到59岁啊？回不去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能回去吧，我是回不去了。你能不能回到昨天就回不去了？那你别说昨天，就是刚才聚会开始之前那个时间你也回不去了，一分一秒你都回不去，
圣经告诉你，时间是指向前进，时间是从创造开始的，一直到亚斯宰来，时间的末了。那么它是出，是它是种，是因为它是时间，它是时间和空间创造者，它的宰来是时间啊，它是这个现今世界的终结者，它我是荣，我是主显，我是什么的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阿米伽，是这个意思。 那么讲到它的本体，它是无始无终的，它从太初有，一直到永远。这个太初呢，从过去的、永远到将来的永远，跨越了这个整个的世界。它是永恒的，这自有永有啊！所以它是上帝。它既然是思想，既然是智慧，既然是话语。 那肯定的，他来自那位思想者、说话者，啊，那一个智慧者。他既然从万有之前就有，那么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别的，那么他就是上帝。那么他既然和那思想和思想者分不开的，那么他和上帝是分不开的。 智慧者、智慧者、分不开，他本身智慧者，但是他又是来自，啊，智慧者，他就认识就是有一个的上帝。那么人的时间观，他是揣摩而得，他感到了时间是循环的，这个时间观将会再回来。他怎么认为是循环的呢？ 您看到早晨太阳出来了，晚上太阳落下去了，可结果经过一夜又到了昨天那个早晨的时候，他觉得是今天这个时间过去了，明天还要再回到这个时间。那么冬天过去了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来了，夏天来了，秋天来了，秋天来了，冬天来了，好像离春天越走越远了，哎，结果呢，春天又回来了。 今天1月1号过去了，明天1月2号、3号、4号、15号、30号，哎，又回到1号了。春夏秋冬又回来了，1年365天又回来了。春夏秋冬又回来了，他感到这个时间是循环的。那么，这他用到这个人的生命上，他认为这个人呀，这一辈子死了还有下一辈子，是循环的。 啊，这要留到轮回呀、啊，就产生这样的思想。这种思想给你带来一种消极的东西，说今天做不好，明天再说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，时间过去不再回来。你说我今天做的不好，今天做的不好，下一回补上没有？今天应该做好，明天你再补上，明天应该做好，明天应该把这事做完全。 你做完全是应该的，你不会我今天做的太好了，把这个好过分的那一些补到昨天，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说你总要趁着还有今天，时间和生命有时有这个奥秘，它和生命什么关系？时间不是生命，但是时间的和生命又是扯不开关系。你的生命就是一分一秒这样积累起来的，你浪费时间的时候等于浪费生命。你今天。 整天睡觉也是一天的时间过去了，你整天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儿也是一天过去了。但是你今天做什么是有关系，有价值。你今天不认识世界，不认识道，你又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你今天离开神的道，你追求名利权，追求什么东西，这都是虚无的存在。结果你得着一切之后，似乎原知万事从空啊。 到了临死的时候，什么都是虚空。想一想，只有照着神的道做的那个不虚空，爱人不虚空，对神的家不虚空，爱主不落空。想想发了财虚空，发了官虚空，烦恼罪也不虚空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为什么？这要面对永恒了，这个时候就感觉不安了。哎呀，我这一生啊，对不起谁呀，坏了这个人。 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。当他面对永恒的时候，说这样的话了，说后悔的话了，完了。
这要认真见识、欠眼神，为什么呢？那些法界财、神的官的那些东西都不提了，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虚空。哎呀，做了我这个受良心不让了，心中善心的很踏实，做了好事很踏实，是不是啊，大叔？是啊。这我说实大的经验，那么今天你进还不认识世界，不认识道，你又找不到人生的价值，你又不知道这一辈子怎么活。今天。 真的，宇宙都离不开道。今天你离开道，你转，你又归向无限的虚空了。你今天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要学道？我们今天要接受神，耶稣基督那有神的道。你今天认有了神的儿子，有神的；没有神的儿子，有没有神的。今天道成了肉身，这有上帝的救赎。神有了道。 我们再也不活到虚空当中了，我们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。道就是上帝，他是万物的创造者，而且创造的权柄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命令是不是话语啊？是不是上帝话语啊？那么道就是神的话，那么神真的道托住万有，他的道他是有权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。 如果太阳握不着他的视线，你要如果地球人的性命费就不到；如果海洋守得住水陆的边线，我怎能忘记你是主你真在掌权？创造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阶高天之大的右边，这是合理的关系。那么下面说道。 怎么样？道成了肉身。刚才我们说这个从这个啊，那么第一讲的太初道和十字讲的前五个字，说太初道，现在呢？ 道成了肉身，我们是肉身，现在这个道降为为人，成了肉身。回到第一家，道与上帝同在，成了肉身之后，你回到十字架，住在我们中间。 开头说的道，它一直是从万古以来，一直是与上帝同在的。现在这与上帝同在的，住在了我们中间。大家体会到没有啊？太初道，现在道成了肉身。道成肉身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现在住在了我们中间，住在了你中间，给我带来什么的？ 充满满的恩典，有真理。恩典是什么的？恩典是白白的赏赐，不付任何代价而得的。恩典是出于爱，没有爱就没有恩典。有了爱，表示出来就是恩典。大家想一想，爱能不表示出来吗？不表示出来有爱的价值、有爱的意义吗？ 爱只要表示了一份恩典，上帝的爱表示了一份恩典。那么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是不是需要神的恩典？你看神的恩典，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真的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是不是人有他写了篇一篇文章叫啊，都是恩典？ 什么都是神的恩典，真的什么的，真的是实际，实实在在的，倒不是抽象的，现在不是难以琢磨的，不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现在道成肉身成了具体的实在的，可以摸得着的，实在上帝已经在肉身显现。 上帝，这位基督耶稣住在我们中间。
它充充满满的另一面有真理，真理是实际的。那么圣灵是真理，那么这边圣灵是一个道，住在我们心里，这不是一种想法，这不是一种心理的作用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基督在我们心里转为的生命，是具体的，是在一种天。 真理有实际的意思，有真实的意思，并不是虚无缥缈的、有具体、有实在一种体。那么这个基督呢，成了神在基督里，成了我们实际的体验和经历。这叫真理，因为神的本性，神的本性一切的本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 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到丰盛。真理呀，不是虚无缥缈的、实实在在的，神借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，使他的自己成了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经历。从他丰满的恩典中，我们都领受了。哎呀，恩上加恩，是不是真的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 是吧？也是一个本性啊，神是爱，神是圣洁，神是公义的。那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罪人本性是反对的脾气，反对的本性。现在我们得了个新生命，那么有个新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实实在在改变了没？我们本来没有爱心，是有爱心，我们有了神有了爱了。我们没有信心，但是有了神有了信心了。我们不圣洁，但是有了他们得到圣洁了，真的圣洁。 不是假圣洁，过去没良心，不良，现在被主的宝血洗净，我们良心得到平安，我们和神和好了，这实实在在有真理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这充充满满的丰富。那再看道就是神，这个十八节，道就是神。 十八节说：“从来没有人看过神，道就是神。”又说：“从十八节又说从来没人看过神，因为他道成了肉身，只有复活的作证能将它表明出来。”那么再说他和人的关系。 生命在道里头，在他里头，这生命是灵活。那个生命什么意思啊？首先，生命是神创造的，但是这里着重的这个生命啊，不是指的被造的那个生命，自然的生命叫，这的生命是和灭亡的相对照的，最重要的是和灭亡性的一个。 那就说，神爱使人存在的不仁子赐予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良犯的永生，是这个意思。生命在他里头，他带来的生命，这和伊甸园的生命是的果子那个生命是相同的。如果只受到的生命的话，这里就不需要人民本来有受到的生命，他带来的生命，最重要的不是。 生命在他里头，是上帝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，得救的生命，新生命。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良犯的永生，这就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。 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什么呢？人的光。这不是说人心里有光了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人一个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一定要成为光明之子，不要做一个黑暗之子。要行事为人。
要有神的道。你今天神道成肉身是为了你而来，是为了我而来。你今天有了神的道了没？你今天有了耶稣了没？你要有了，你有了，你光说有了很抽象，一句话很笼统。我问你具体，你今天有没有得着神的道？啊，我得着，我真想听到，听了半天什么道理不明白，什么道理明白？我不是为你会讲道、会说道、明白道，我是为你一个真正有道的人呀，不是光会讲、光会说、光明白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你的生命啊，这个道就应该成为你性格的一种反应。你生命的一种本能的反应，这个道本来是合神合理的，现在住在你中间是为了合你合理。这每一个基督徒要合神合理，没有合道合理。合道合理说话就应该有说话的道，没有道理的话不要说。有些话连神连神都听出没有道理来，这样的话基督徒能说吗？你别说神的道，连人的道都连人的道都不符合了，人应该明白的道理都没有了。说话就要有说话的道，圣经上讲那些话该说那些话不该说都有啊。如果讲那些话的时候，我讲的我去展开讲那个的时候，今天这个讲道还有完吗？那没有完的怎么办？我说到这你自己想的，那么圣经上哪些话不能说？你要想一想，查考查考，你说哪些不该说的话，不是神的道。讲了有天没说，得着什么都是虚空。人行的善不虚空，人做的恶不虚空。这些东西人行不行道，这些东西和永恒有关系。那就说光来到世界，世界却不接受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个接受的愿望的意思，有抓住的意思，有把握的意思，还有战胜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光照在黑暗里，第一，黑暗不接受它，也不抓住它，但是也不能胜过它，是这个意思。光照黑暗的时候，黑暗它第一，它不接受它，也不抓住，但是它也和它较量，也不能胜过它。啊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这个接受是这个意思。世界上犯作恶的怎么样就恨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。人起初犯罪是因为不顺服神呀，他一点点的说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到世上来这是道。他说我来了，我要找你的旨意行旨意的道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把神的道来说出来。他说弟兄们呀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，好像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讲到顺服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工作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。一个顺服的人呀，一个把主权的交给神的人呀，他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运行。不要成就他的意。凡说行的都不要凡言成其真理，是你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疑。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，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现在这时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是吧？
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，神命在他里头，你有了神的儿子，有神命，那么你今天在这世界当中，这生命人的光就应该围住发光，就应该把神的道来表明出来。你们现在的世界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神的道表明出来，好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，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没有恐怕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与贡献的救，我若被脚垫在其上也是幸福，便与你们众人一同喜啊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，好像十二节之后的一块到多少节我啊，二到十啊，十二到十八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，就是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给他的权利。这个接待，抓住，接受。啊，那个敞开自己的心，恭迎邀请他登上你心灵的宝座。凡接待他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这等人呀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。他不应该按血气活着，顺着血气活着，人意活着，而是要遵循神的旨意。不是随从肉体情欲活着，这些人是从神生的，神给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。你说，做神的儿女这是权柄啊，这个权柄是赐的。神赐的是神的角色，是恩典，充满有恩典有真理啊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敬同的后嗣。我为何在一同受苦，也为何在当荣耀，承受万有啊。后嗣就是有承受权的后代叫后嗣。今天你接待他，这不是个简单问题啊。谁又给你个权柄做谁的儿女？既然是权柄，谁也不能夺取，撒旦也不能，无可奈何，谁都无可奈何。这是神给你的权柄，你只要接待这个太初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生命的光。耶稣说：“凡跟从我的就不带黑暗的，我是神的光；凡从我的就不带黑暗的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是被称为光明之子。”为什么树林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？一个在黑暗里，什么东西都瞎眼睛看不见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连自己都不认识，自己是什么人他都弄不清楚。越对人越说自己好，越没理的没道理的人越说自己怎么有道理怎么有道理。你说这连自己都不认识，还有什么正确观念？我们认识了，我们认识，我们蒙到神的光照，我们认识了自己成的生命以来了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责备自己。哎呀，知道自己是个罪，保罗这样，他说我在罪中是个罪，认识了自己，认识了上帝，看透了世界的万事都是为你。认识人，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，认识谁，真光照耀。今天，因为现在的时代中要将神的道表明出来。刚才说一个有道的人，说话要有说话的道，行事有行事的道，在钱财上，在物质上，啊，我这样说，剩下的那些自己去想。对父母有对父母的道啊，各位有没有不孝敬父母的？有没有亏欠父母的？对儿女有儿女道，你怎么教育孩子？是不是按照主的道来养育他？你是你疼你爱，那没道理。你不要爱儿女是好事，爱儿女按着道来爱，别离开道理去爱。那孩子做坏事你也笑，也舍不得，也舍不得管他，这样有道吗？做丈夫就做丈夫的道，
你对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你还准得到啊？做妻子用做妻子的道，对自己的丈夫，对邻居，对啊，对世人等等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既然道成肉身，和你们一个人都有关系啊，和你有关系，和有关系。今天那些不接受光的人会说，我们接受光的一定要成为光明之子啊。我们里面是否还有盼望的东西，盼指出来的东西，盼见神的东西，盼见人的东西，不敢问光照的东西？我们现在要敞开你的心，让基督的光、真理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能够向主彻底悔改，能逼着神的道悔改，逼着神的光悔改，使你透里透啊透里透外，整个的灵魂的深处，一直到我们的外表，全是光明的，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永恒的光明的国度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